场是这边还有那边，然后你们要是跟俄罗斯女人谈恋爱，就千万不要给她送包呀、手机呀，就给他们一瓶小号的香水，只要小号就行吗？小号就可以，不要看什么那个牌子，贵的便宜的都可以，便宜的也行啊，他真的会感动呀。我当年也这样，我亏了，我当时买了大号的，我到现在就不用了，因为那个是实在味道我就接受不了，它贵是贵的，但是特别难闻，所以我每次给你说，就不要给我买最贵的，不要只看价格，知道吧？啊，有道理有道理，看到没有，不能挑最贵的。他当时给我送的是香奈五号是吧？五号。现在知道老太太用的香水。 我外婆都接受不了这个味道。中草药味吗？药啥味？你们看莫斯科也有跟中国一样的什么什么油品市场，我们现在来给小朋友卖一个中国造的玩具。想家了想家了。那但是里面东西真的跟中国的一模一样。看中啥了呀？我好想看看它是不是义乌产的。好像还真的是浙江湖州那边的。大力，你好意思吗？从中国来到俄罗斯？支持国货呀。支持国货，但是这边贵好多好多。多少钱？540卢。540卢。六十多块钱。哎，还好还好还好。有一家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吃的汉堡店，你是跟你的亲戚女友也来过？跟没有，亲戚女友也来过。没有，亲友是我，跟亲戚女友也来过，我不知道的，你跟我说过。没有，这店带着我们的儿子去吃。哎呀，话都接不上。这家店的名字叫做肉馅儿，一听就很好吃。对，专门做汉堡。汉堡去了。饮料在这哦，菜单吗？这是。对呀，王哥，你要吃几分熟的？汉堡还能几分熟啊？哦，我都给忘了，对，这边确实可以。我靠，这个可能是好大的一个。拿最大的。我就拿这个。这多少钱？啊，一百块不到。一百块不到是吧？在这儿子呢，这个，哎，我问一下他是不是十条？拿了一瓶15块钱、16块钱的果汁。可能17块吧。可能17块，我就拿一个这个，一个这个，拿两个。这边还可以加一些东西，比如说 grybna ragu 就是蘑菇，或者是奶酪，或者是培根。培根？培根，对呀、啊。我加一点 grybna ragu， 加一点这个蘑菇的这个东西。你看这边前面还在拿现金结账呢。我没有现金，我有姨妈的卡。刷姨妈的卡。我要吃最大的。一个拿一个吧。哪一个？两个都拿一个。七分熟的。半熟。半熟。1800多卢。200块。对啊。我们马上看看200块能买到多少东西啊？水稍微贵一点。没有办法，首都嘛。这边我们来拿一下。餐巾纸。餐巾纸。这个也可以拿吗？不知道啊。
我那两个吧，想哭一样。这个拆开里面还有啥？应该是手套吧。肯定是手套呀，也不能是别的套呀。哦，湿巾纸。结果都不是套。干净又卫生啊！干净又卫生。你要喝茶还是喝莫斯？喝莫斯尝一下。哎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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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20块钱一杯呢，差不多。还有没有？嗯，蛮好喝的。对，感觉科技的味道不足。这上菜速度确实嘛，是有可能因为现做的。对，不还问你几分熟吗？对啊，我都最近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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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你的一样的，小心不要给他洗澡在你的音标上。这边普通的汉堡的价格可能是60块钱左右一个，我们买的稍微贵一点是吧？对，但是最起码它不是合成的那个肉。你看妈妈去拿了。兄弟们，你们家里面都是谁端菜呀？要有根，哎呦！你看，一定要有双黄瓜。好粗的一根双黄瓜。能泡油的，手上。好，还挺多的啊。嗯，这是什么？打开吗？他帮你。对，帮我打开。哎呀，花多少钱来着？多少钱来着？一共是1800卢。200块钱。200块钱人民币啊！但这个汉堡，兄弟们看，你们可以看一下。你加蘑菇，你这个是鸡是吧？对呀、啊。你吃的鸡。我喜欢吃鸡啊。应该是粉切条，希望不是辣的。俄罗斯人不能吃辣，你开什么玩笑？他们的粉切条有时候会稍微有点辣。妈妈尝一下。妈妈替你尝一下。好吃。戴上手套。那给我戴一个手套。看一个汉堡好不好，要看一下里面有多少水。哎呀，这个水绝对多，比我多。给我看一下，我都没看见。嗯，这个汉堡一定要买半熟的，不要买全熟的，全熟不好吃。我上过当。以前不听我的是吧？